係，唔該曬主席。我剛才係就住總目24審計署嘅部分發言啊。交代緊嘅係世界審計組織剛剛喺21屆大會通過嘅北京宣言嘅文件，裏面咧包括有最高審計機構促進良治，咁同埋咧我而家啱啱想開始講嘅保障財政政策長期可持續性。其實呢個亦都係咧大會第二個主題，就是最高審計機關喺維持財政政策嘅長期持續性領域嘅作用嘅研究成果。最高審計機關咧應當通過強化政府會計報表審計、公共財政政策績效審計、公共債務審計、財務合規審計、公共財政政策評估等，保障本國財政政策的可持續和促進國家良治。我針對我們香港的審計署的問題發言。審計署在來年的預算案之中有增加到撥款，是回應所需的工作，這個叫最新的國際標準。但我們是質疑當局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撥款能力呢，是去回應這個問題。與2013至2014年度的修正預算案比較，在綱領1裏面審核帳目是否妥善的工作的所用人士即是時數呢，是的確是有所增加的，由87,604個所用人士呢，是增加至93,937，增幅是7%。而審計署指出，所用人士增加的原因呢，是署方需要投入額外的人力資源，包括一名審計師、一名高級審查主任和一名審查主任，在2014至2015年度進行更多深入的合規格的審核工作。這類合規的審核工作會集中研究各個重要綱領，當中涉及是大量政府資源和涵蓋是多個決策局部門的。有關的工作目的是確保決策局部門遵守和公帑管理有關和適用的法例和規例，以及是有關公帑用於獲立法會批准的用途之上。即是我們知道立法會批了夠錢出去，其實我們很難監察那嚿錢是怎用的，是多得審計署的功勞。不過審計署一方面是指出會促進、會進行更多深入的合規審核工作，但另一方面似乎我亦看不到在它的預算案裏面是有正視到這個北京宣言裏面講的最新國際標準的要求，是不是忽視了這個促進良治，即是我們即是國家都有提出的促進良治這個最高指引呢？審計署的做法似乎已經有一些我們覺得是行禮如儀，即是年年都是去年這樣做，今年又是這樣做這樣。那對於促進地區良治這個大方向呢，似乎呢就未能夠達到。在2012至2013和2013至2014年度，審計署並沒有就制定和評估公共政策或者策略性公共政策而進行研究。審計署亦都沒有計劃在2014至2015年度進行這一類研究，亦都沒有是預留到撥款的。剛才我說北京宣言裏面倡導的實現全球良治，正視全球化日益加劇的現實，促進世界各地最高審計機關和世界審計組織攜手應對，促進地區良治的基礎上呢，是似乎是未能夠達標。審計署指在2011至2012年至2013至2014年度期間呢，該署是沒有涉及任何中港跨境合作活動，審計署亦都沒有計劃在2014至2015年度進行這一類的活動，亦都沒有預留款項在這類中港跨境合作活動上。 而當局呢亦都沒有特別為到中國考察呢是而預留款項，到中國大陸作公務考察的開支呢將以預留作海外考察的款項支付。審計署似乎是低估了一般市民對中港跨境合作活動的憂慮，
正如北京宣言所指，市民期望審計署進一步擔當重要角色，維護法治秩序，揭露違法行為，壓制濫權，維護民主法治，希望可以進行更深入的中港跨境審計的工作。此外，我們亦擔心審計署的人手是否足夠。按綱領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所述，審計署預算支出只是在人手上9750萬元。鑑於對公眾問責的要求日增，在策劃衡工量值式審計研究的時候，審計署已經指出